你见过16万美元的烟花吗？土豪买来了各种不同的烟花，一共价值60万美元，今晚将全部绽放。首先是1美元的烟花，哈哈，和小朋友玩的一样。接下来是10美元烟花，很像小时候的冲天炮，但却便宜了不止1星半点。接着上正餐，1000美元烟花。然而这个像火箭的烟花价值10000美元，重达100多斤。土豪拿出发射器，先打开开关，再转动钥匙，按下点火，烟花冲天而起，兄弟们都站了起来。随后土豪又开始整活，在一个模具上绑了许多烟花，土豪几人则躲在玻璃后面。只见烟花瞬间飞出，接着爆炸开来，十分壮观。为了炫酷，土豪准备了上100架无人机表演，只要和对讲机说话，就能变出你说的。例如汉堡，果然变了出来。土豪又举了个手势，不到几秒，果然也变成了手势。大餐马上到来，这次是10000美元的烟花。只见土豪手指一按，烟花层次分明，绚丽多彩。接下来是40000美元的烟花，光烟花筒就有9000根。土豪按下开关，烟花同时燃放，照亮了整片天空，但却没有层次，没有观赏到它应有的美。终于，价值16万美元的烟花登场，烟花筒都非常之大，一共重达4000斤。让我们一同欣赏。只见烟花分为2段绽放，最高处宛如一朵美丽的花。更多精彩内容持续更新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。